MPN 图鉴好了啦，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些从活动讲的话，真的是乱到一个极点。诶，真的假的？他有时装哦，不是，这只是主角吧？这叫什么？乱时装。放这里看好了，图鉴给我看一下。先讲一下，我发现后面讲过了耶，晕倒。对啊，那之前讲过了，傻眼。先讲那家好了，要不然我们的妆我可以开始讲。你去一下，一下，怎么有鸟？进去之后，它就跑出来了。你这样要少的啊！我按住了，所以我要先使点手。哎，那怎么得的？双审可以讲一下吗？嗯，双审 please。人在哪里呀、啊？那从世界讲好了。可是神兽可以看了耶。对呀、啊。8月22。